猫咪虽小，却是浓缩的精华，动作灵活敏捷，因此总是让它占了上风。但是自认为天下无敌的猫咪，如果碰到了农村的鸡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这天，猫咪见遇到的是只老母鸡，瞬间气焰高涨的想给它来个下马威，一场熟悉的争霸赛即将爆发。猫咪一度节节败退，毫无反抗之力。为了胜利，猫咪不惜悄悄偷袭，却被灵活的母鸡未卜先知，并对猫咪展开了夺命连环击。就到了冬天，猫咪就和几只鸡约着去结了冰的湖面上干架，湖面上聚集了起来，还是气势十足的，看来是有一场硬仗。就在猫咪正准备大战一场的时候，下一秒却画风突变，此时的鸡站在冰面上上演溜冰的戏码呢，这可让一旁的猫咪一头雾水啊，这到底是啥情况啊？还约架吗？小鸭先练练怎么走路吧。本以为是一场硬仗，没想到却是一出喜剧，看的小编我也是不亦乐乎。